再把镜头再架远一点。哇，今天假日人，现在才九点而已。Hello， 那个 Artist 的车友们，大家早安哈！哇，今天是礼拜六，才早上九点而已。那这款车是 Artist 的10.5代哈，我们是应该是上个礼拜吧，好，还是上礼拜也有安装到 Artist 啊。我如果啊，工厂也好，或者是经理刚好有到店家也好，如果安装到 Artist 的话，如果又刚好有空档，其实都会开个直播影片哈，跟大家来做分享。那今天这一台车，大概原厂的里程数大概10来万公里，原厂的避震器看起来似乎已经有衰退、有劣化的状况、有损坏哈，所以今天要改装的版本是 KT 的道路版。那道路版的避震器，乘坐起来的感觉呢，就会比较舒适一点哈。像是这台车前方的避震器，一般来说，如果有到达一定水平的避震器制造工厂，前方的避震器倒是没有特殊的难度了哈。可是后方啊，有几个重点哈。如果有看过经理做过9代、10代、11代、11.5代这些车子的直播呢，其实介绍的内容都是大同小异。后方的弹簧啊，对这几个世代的阿提斯来说非常的重要。后方的弹簧长度一定要得拉长。那公斤数的话，大概是做5公斤，4.5到5公斤左右就 OK 了哈。如果啊配的是短的弹簧，或者是说公斤数太高的话，那这台车糟糕，一定会不好做哈。所以这台车的后方弹簧，我们设计的规格啊哈，跟原厂差不多一样。好，它的上镜啊，没有透过转接座的方式，上镜的话直接合到这个原厂的橡皮里面。好，所以它的上镜会做的比较大。那长度的话是拉到190mm，公斤数的话是做5公斤。好，这个是第一个重点哦。第二个就是，这个后面上座的橡皮啊，它这个好像是一个碗弓一样，这个上座是一个碗一样，所以这个橡皮啊不能做得太小，如果太小的话，这个橡皮在这个碗里面就有可能会位移哈。一开始装的时候可能不会有异音，可是装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也许有可能遇到大坑洞，或者是说橡皮已经有破损之类的，就会位移之后就会有造成异音的状况，所以这一个上橡皮啊，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，可是它还是有一些细节藏在里面哈，所以这个的橡皮的话的外径大小也是非常重要哈，所以这个后面上座的话 ，KT 有附一个新品，但是那一个橡皮啊都是跟原厂规格一样，所以是不会有问题的哈，所以这个是 Artist 的后面原厂的避震器。我们还在持续施工当中啦，所以背景的声音会比较吵哈。所以9代、10代、11代、11.5代的后方悬吊系统啊，都是这个样子。那如果有往前翻的话，在这个社团里面打上 KT Racing 来搜寻的话，上个月的中旬哈，我们有介绍了一台12代的后悬吊就不一样了哈。十二代走的就是 TNGA 的底盘，后面的弹簧跟避震器就是分开的结构了哈，所以不太一样。那今天的中午左右啊，也还会有另一台是9代的 Artist， 好，那如果刚好也有空的话，也会在这个上方平台哈，跟各位来做分享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原厂前面的避震器，原厂前方的话就跟一般的车款一样，连同 TNGA 的底盘一样，前方都是麦花臣的悬吊系统。那这个会有一个前方的上座哈，这个上座的话，下方这个镜头可能带不太到哈。这个下方啊，橡皮也已经有坏掉了，这个轴承有一点松了哈，所以这个上座啊，改了 KT 之后就会有附一个新品哈，所以不需要再拆原厂的前面或者是后面的上座来沿用。好，那我们把镜头来看一下前面安装好了吗？先来看后面好了哈。今天没有小帮手哈，来经理自己镜头。这个是后方的避震器，好，后面的筒身在这里，它的后方啊，90、11代，好，后方的避震器的话都是一体的，在这个地方，所以这个弹簧的上镜它是跟原厂的上橡皮的框是直接把它框起来的。
那长短调整这个比较简单一点哈，如果我们把它的下座啊，把它拉长的话，它的长度就会变长，那它的车高就会变高。所以今天预计啦，轮胎哈，这个是原厂的轮胎，是205/56的哈，轮胎的上缘啊到叶子板哈，大概是2.5指左右，哦，没有特别低，哦，比一般原厂的大概略低个1指左右。那后方的话，阻尼调整哈，来，我把镜头移一下。后方的阻尼调整，来，我开一下前镜头哈，前镜头，来，在这个地方，后面的阻尼调整，在后座哈，后座往椅背往前掀，然后在这里，这个饰板哈，这里太暗哈。这里就看得到后面避震器的上座，这里有一个 KT 的 logo， 镜头的中间这里，从这个地方就能做软硬度的调整，从这里做调整，所以前面也还蛮简单，后面的阻尼调整也还算蛮简单的了。那前面的话，我不晓得师傅装好了没有？好了，好了哈，好。因为今天的车主啊，又准备了离载串哈，离载串的话十几万公里也差不多快损坏了。状况也不是很 OK， 所以 车友的话有自己备了日制的离载串哈，我们就一起帮车主来做汰换。好，那这一条弹簧比较厉害的地方是这一条弹簧，它是做一个外径很大哈，它做一个大圈径的弹簧。阿伦，你帮我开灯好不好？好，后方这一个灯，这里太暗了。这条弹簧是200长气公斤，可是它不是做直卷式的啦，它弹簧跟弹簧之间的线距哈，拉得比较开，所以它的上下作动的行程啊，能够多出35%左右，会比较舒适。那过弯时候的撑度呢，也还是维持7公斤，所以过弯时候的侧倾幅度抑制的也还不错。那当然，这个油管固定架啦、ABS 感应线这些都是。跟原厂的固定位置一样。那前面的车高调整也蛮简单的哈，我们把这个齿轮状的银色托盘啊敲松，敲松之后这个筒身就能悬长，如果变长的话，它的车高就会变高。那 KT 里面所填充的阻尼油哈，我们一样啊是使用意大利 IP 的阻尼油，这个是10.5的车头。然后10.5哈，它阻尼调整啊也还蛮简单的。前方的话，这里有三颗螺丝，这个三颗螺丝是避震器的上座螺丝，中间有一颗旋钮，可以从这个地方啊来调整前方的阻尼，前方的软硬度。如果往顺时针的方向就变硬，往逆时针就变软，它有30段的软硬度可以调整哦。一圈的话就是8段，会有一格一格的手感，哒哒哒好的感觉，所以一共有30段。那左边跟右边，好，记得段数的话一定要做对称。这是10.5，哦。如果 Artis 的话，应该很多的车友啊推崇是日本 Ten 的品牌，对不对 ？Ten 的话哈，它所使用的油封哈。是使用日本 NOK 的油封，日本 NOK 的油封。KT 的话，里面所使用的油封哦，一样是使用日本 NOK 的油封哦。这台车现在是9:10啊，我们是8:35开始施工哦，所以这个车的话，一般都大概40分钟、50分钟，我们就施工完成了。最主要是 Artis 的车友很捧场。让我们有很多安装服务的机会了，所以施工的时间就比较迅速一点点。好，那待会装上去，轮胎装上去之后啊，就准备要来试车了。那如果啊，车友们针对刚刚经理的直播有任何问题的话，再跟我们小编私讯一下，要询问价格，要询问产品的细节，或者是要询问气压。哦，对了对了，下个礼拜三呢，我们有一台 Artis 的气压避震器要安装，如果
有兴趣的话哈，可以追踪一下 KTE 的粉丝团哈，我们都会在上面做直播。然后上方的话，如果对气压式的避震器很帅气的气压避震器有疑问的话，也可以直接在直播当中来询问。好，以上是今天的直播分享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